好，那么，接下来呢，咱就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，叫做装饰器。装饰器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描述。装饰器呢，是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呢，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功能。用好了装饰器呢，如虎添翼，而且在面试的过程当中，几乎会被必问。对于咱们初学的人来讲呢，这个确实有点绕，不得不说，不得不承认，就像 C 语言里边有个指针比较绕一样。但是你会了，相当于如虎添翼；不会呢，那你在里边晕倒，一直是晕倒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同学们啊，自学的时候呢，直接绕过去了。后面的时候问这个面试的时候你就挂了。记，你这个时候花时间考虑了，将来面试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这个时候绕过去，就说东哥，我今天不学装饰器行不行？行，它是单独的一个点，对后面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但是面试的时候你不会，那就完了。因为在实际开发的时候，装饰器还是要用的。所以说，同学们，你今天呢一定要认真把这个东西学好啊。就说装饰器是开发的这个必备的技能，如果这个都不会呢？你也就不要说你会 Python 了，如果指针不会，不要说你会 C 语言，听懂我的意思啊？不要轻易说啊，我会 C 语言，扯什么呢？在那扯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没个一年两年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 C 语言，这是100%的事情。你说你会 C 语言啊，光整几个指针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优点？你自己能答得明明白白的人没有几个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学老师里边只要一道指针，不考了，不学了，反正是吧，就是这种情况，大学老师也不会啊。你要明白一点，咱们现在脱节是不是脱得很严重？你得明白一个实际情况，脱节脱得特别严重。大学老师教给你的指针都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东西啊，他们是一个循环嘛，恶性循环。他必须怎么呢？必须去企业去锻炼一段时间，回来之后才会重新一个新版本，否则永远是什么那个什么装旧瓶还是装新酒了？有句话，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啊？好了，同学们。言外之意说完了啊，其他的话说完了，接下来看这个地方。首先要明白第一段代码，其实第一段代码咱们之前早就学过了。来，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这里边到底想说什么。我这个地方有个函数叫 FOO， 这个叫啥？你怎么理解 FOO？ 这个叫啥？一个变量名，指向了依托函数，是吧？这个变量名就是函数名，它指向了函数。那么 FOO 括号是调用 FOO 指向的函数，你说是个道理了吧？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个 FOO， 我又一个 FOO， 请问此时的 FOO 括号调谁？ Lambda 调什么了？匿名函数是吧？那么匿名函数默认有没有返回值？我将来调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到底是调的它的结果是 none 呢，还是调的它的结果为我这个地方传一个值，最后的值加一？加一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对，你只要把这个字典答出来，同学们，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呢理解的是差不多了，已经快到位了。在整个程序里边，所有的函数名、变量名、方法名以及类的名字是不允许相同的。原因之一就在于 Python 里边把变量名、函数名以及方法名以及类的名字通通的都当做一个变量名来对待。只要有一个相同的，并且是谁最后定义的，那么接下来你再去用的时候，就是用的最后一个，听懂意思了吧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这个知识点想要告诉你的是，函数是一个引用，就是函数名是一个变量名，指向了这个函数引用。哎，好了，把这个知识点牢记在心，朋友们。那么咱们接下来有了个什么呢？来了个需求。创业公司呢，我原来说过，创业公司和普通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区别的，对吧？你如果看一些新闻的话，现在已经多多少少的透露出一个消息来了 ，OFO 和摩拜，是吧？正在这个什么呢？有人已经放出这个消息了。去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消息，今年已经慢慢有这个消息了。至于这个消息到底行不行，还有一段时间来说。他们现在干什么呢？就开始洽谈能不能合并了，已经开始了。但是他们俩现在又不合并，为什么呢 ？OFO 和摩拜的老大都想当最后的老大，你说没错吧？一山不容二虎，这100%的嘛。所以说现在 OFO 和摩拜又开始融资了，谁的市场越大，最后谁当老大，这个当了老大把那个踢掉就剩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看着创业公司有 N 个部门啊，如果一个创业公司有 N 个部门，那离垮台也就差不多了啊。那么它呢有什么呢？有基础平台负责的这个基础功能啊，比方说提供一些数据库的功能。哎，同学们，此时数据库就知道了是吧？什么 SQL 语句啊，套的那些东西。Redis 也是另外一种这个建值对的那种形式的，在内存里边存储的一个数据库啊 ，Redis 啊，用来当缓存用。
那么还有监控。简而言之，这个公司有两个部门，你可以认为有两个部门，一个基础平台的功能啊，一部门它负责呢基础功能，另外一个功能，另外部门叫业务部门，它呢负责使用这个部门呢开发出来的功能。简而言之，看下面的 demo， 这个地方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二三四四个函数，它是呢基础平台部门呢提供的功能。那么谁去用呢？业务部门去用。同学们，这个在大公司里边确确实实这样。比如说阿里，他把有一波核心的开发者把支付的功能做完，把支付的接口做好。什么叫接口？就是函数名类名就行了，或者说是你调用的那个端口机 IP 指定的那个东西。核心的开发人员把支付和钱打交道的东西做好，比方说咱们招个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是状元的那种人，把这个功能做好，然后怎么的呢？从社会上招一波啊，普通开发者来，给他一个月，给他两万，给他个三万，这种普通的，干什么呢？让他去调，去写业务部门啊，去写业务功能。比方说做一个支付宝，你去调这个接口，你可以支付，你可以怎么的怎么的可以支付。记，它是分开的，你要切记啊。如果想要在这个公司里边长久的发展，一定要成为一个核心的人。如果不核心，早晚有一天，你懂的啊，一定会，当市场好的时候会留你，市场不好的时候没有办法，被逼的也被完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道理就是一样的，核心的功能只写这些核心的功能，那么其他的业务部门的功能是不是就调就行了吧？有很多个啊，就调就行了。你调了 F1 到 F4， 它是调从 F4 到 F3 不也行吗？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是刚开始的版本，就这样的。一个创业公司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，一般呢十个人左右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公司的业务发展呢，这个公司呢逐渐的发展之后呢，他发现一个特点，什么呢？所有的开发者来了之后就调，来了之后就调，他就永无休止的没有限制的调。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不行的。因此呢，这个开发者的这个老大呢，去把这个工作呢想要交给这个啊这个哥们啊，这个 LOZMB 啊。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他添加一个功能权限的验证。不能让你这个部门的任何一个开发者，刚来了两天的小伙子什么都不懂，上来就调咱的函数，给他整坏了怎么办？不能上来就调，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加一个先去验证然后再去执行的这样一个功能，找到了路 B 去执行。路 B 呢，它是这么多的，花了一天的时间跑了每一个部门。你不是说这个要用我的功能，这个部门要用我的功能呢，我就跑到了业务部门 A， 跑到了业务部 B， 跑到了业务部门 C， 我花了很多时间，磨了很多口舌。所以说呢，我说了，我老大说了，你们想用这个功能，你们先加权限验证，不加权限验证以后就不让你们用了，你们自己加啊，不加我们老大会找你们的。请问人家会理你吗？我们听我们老大的，你们老大是谁啊？我们才不理呢。那么最终呢，把这个事好不容易跑了一天的时间呢做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有充足的时间去是吧跑妹子家，然后呢当天呢就被开了啊。你是简单了，我让你加哈，你要权限验证你自己加哈，你自己出卷你自己监考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肯定是不行啊。然后呢开了，老大呢找到了 LOBB。那么 LOBB 是怎么做呢？他一定要吸取 LOBB 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执行方案，一定要不能这么做了。怎么做的呢？哦，他这么做肯定白扯呀，人家用权限让人家自己加权限验证，这不就扯了吗？那么怎么做的呢？我得加权限验证，他用的时候行不行是我说了算呀。所以说我就找到了这四个函数，然后呢在这四个函数里边加上了权限验证权限验证权限验证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过了一个星期也被开了。请问你觉得为什么会被开？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万个函数，你的意思是要加四万行代码？如果每个权限验证是四行，那么你岂不是要加四万行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冗余量太大了。所以说呢，老大呢就找到了 LOBB 呢是这么多的，吸取了 B 和 BB 的经验，他呢肯定不能在这里边加呀，重用性太大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怎么办呢？我定一个函数我去调不就完了吗？那么这个老大呢，这个觉得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露出了这个一丝的微笑啊，是吧？然后呢老大呢跟他说了，你做的是这三个人里边的最合适的一个，但是呢你做的还不太好，只是看到了他有这个希望，这可以是提拔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违反了一个原则，叫做开放封闭原则。开放封闭原则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接下来想要去添加功能，那你就用原来的代码去调，这是100%的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去修改功能，请不要对原来的代码直接修改，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
我写了五个函数，老大说了让我去加功能，是修改功能，不是添加新功能，是修改。我要把原来这五个函数全打开，要给里边代码，这种方式是不合适的，就是违背了这个封闭开放封闭原则。开放，你想用新功能，你直接加，你去重就函数重复就什么嵌入调用，你让我加个新功能，我去调就可行了啊，这是开放。那么封闭呢，就是指的不允许对已经做好的代码进行修改。为什么不那么多呀？打个比方，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，你看着，我这个地方写了个函数，这个地方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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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四个地方用到了你刚刚写的这个函数。这个程序呢，现在啊运行的很流畅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有一天你老大觉得这个地方需要进行加功能，你呢跑又因为发现确确实实这个功能是需要在这里边改，请问你在这里边改之后，它百分之百没问题，那么剩下那几个呢，是不是就挂了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因此这种时候怎么办呢？基本上呢，如果遇到这种时候，基本上就是重新再做一个，把这个地方再做一个版本，把这里边的代码拿过来，或者是重复调用，即我去调它去，然后它这边再去调它，它完调完它之后再加点功能，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啊？即这种方式呢，就简而言之，一般的就可以称之为开放封闭原则，不允许对原来函数直接修改，否则是出问题的。因为不仅是一个地方调用，很多地方都会调用。那么老大是给他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？所以听，这个就是装饰器。怎么做的？老大给他一个方案，第一个定义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不是闭包？定义了个闭包，前面在每一个函数的前面写上了一个 at 符号，这个东西。那这个 at 符号是什么呢？这个哥们呢，这个 BBB 呢，一看就懵了。但是呢，他又不能说他不会，所以说老大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呢？对吧？老大呢就想要给他解释解释。来，同学们，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，写上 at 符号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个东西简单说，这就叫做装饰器。那它是什么功能呢？看着，我先给大家咱们整体来验证一下，再去说东西啊。来，新建一个，比方说叫做03装饰器演示点 py diff 啊 diff， 比方说我 set function 就是起了个函数名叫它，我这里边有个局部变量叫它啊，然后呢我把它干掉，然后在这个位置 diff， 然后我有个东西呢叫做 call function，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写上了一个 func 括号，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return 了一个 call function， 请问上面的东西是不是个闭包？没问题。我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个地方呢有个叫做 test1 的函数，这个 test1 函数呢有一个，比方说这个 test1 这么一个东西。接下来呢，同学们，我问大家个问题啊，当我在这个地方调的时候，结果会是谁？此时这个一点用没有啊，是不是一点用没有？是，结果应该毋庸置疑了吧，100% test1 啊。那么接下来要干点什么事情呢？你看着这啊，咱们先演示一下最后的效果，写上一个 at 符号，写上一个 set 这个东西，那么看一下它最后的效果又会变成什么呢？ Python 3然后03，写它又不写它，你没发现是不是一个样子了吗？那区别在哪呢？如果要是在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，比方说这是权限验证，这是权限验证2，你再看，懂？如果我要是把这句话抹掉，我不要这句话了，你再看，没有那句话，就真的是掉这个函数。但是写上这个第八行的 at 符号那句话，是不是又加了两个功能了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我在没有修改这个函数里边内部代码的前提下，我能够做到将来我去调用这个函数的功能，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什么东西叫做装饰器？首先说功能，如果我接下来要修改这个函数里边的功能，即在这个函数调用之前要加一部分代码，那么我有两种方案来执行。第一种，我在这个函数里边加代码；第二种，不要那么多了，在函数的外边定一个闭包，然后写上一个 at 符号，写上那个外边这个函数的名字放在这儿。接下来你的程序里边该怎么调的地方该怎么调，但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？它是先执行你写的 at 符号里边的这个函数，然后再去执行它。即
这个装饰器的作用，能够在你原来函数内部代码不修改的前提下对它整体加功能，要么在前面加，要么在后面加，要么在后面加，那这就是装饰器最后的效果。好了，第一点你明白这个东西就叫装饰器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二个，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呢？注意看啊，零四，我要跟你说了，装饰器的实现过程，把这个不要抹掉，你看着我给你说话筒吧，看着我写上了个 test 第一，请问是不是意味着此时是掉了第九行的这个函数啊？我接下来干一件事情，我 set function，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？调用谁？是不是想要调用咱们那会写的这个 b 包，相当于是不是我要调用外边这个函数，是不是一个道理了吧？又因为外边这个函数呢它需要个参数，那我就传个值哦，我传一个100的话，那么请问 FUNC 是不是100啊？我要是传一个列表的话，那么 FUNC 呢它就是这个列表，那么我此时我传的是什么呢？ test1， 注意看我传了什么，函数的引用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我传递的是这个函数的引用，请问 FUNC 是不是就指向咱们这个函数啊？好了，接下来我在外边写三个 test1， 就这样吧，我写三个 test， 就写上 IT， 请问 IT 指向谁？别晕，看着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我给大家来一遍，到这个地方执行的时候，请问是不是定义了个函数吧？在这个地方执行的时候啊，定义了个函数，注意看，在这个地方定义的时候执行了一个定义了个函数叫什么呢？ set function， 定义了这么个函数啊，定义了这么个函数，我往下拉一拉啊，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随着这个函数的定义结束之后，我要跳过去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又定义了函数啊？一定要看我今天画的这个图啊，我又定义了函数，那这个函数是谁的？ test1。 好了，来接下来看啊，接下来我执行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？调谁？是调上任那个吧？好了，我去调他，我去调他的时候把谁拿过去了？把 test1 这个函数的引用拿过去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因此在上边这个函数的外部里边是不是有个 FUNC 变量？请问这个 FUNC 变量指向了谁的？对，没错，这个非常好啊，它呢就指向了下面这个 test1。 好了，指向了 test1， 接下来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意味着啥呢？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又定了一个函数了吧？那又定一个函数意味着什么呢？对吧，咱们可以认为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框的画在外边，是不是你也可以是不是画在里边了吧？那这个地方就随大家啊，这个地方就随大家，这个都可以的啊，这个地方都可以的。好了，把这个呢，假如说我画在外边，那么请问谁指向它呢？是不是有个叫做 call 下划线 function 这个变量？这个变量是不是指向了谁呀、啊？是不是指向它？这个变量指向它啊！我把颜色给它改了，改成这个黄颜色啊，对吧？是不是指向那个函数了吧？好了，那么接下来随着这个定义完，就这个定义完之后，是不是相当于定义了个变量？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啊？随着这个定义完之后，是不是跳过这个函数的定义？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第六行的代码？第六行的代码是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哎，这个变量指向谁，是不是就把谁返回？说的直白点，是不是把内部函数的引用返回啊？咱们刚刚讲那 b 标的时候不一直在说这个道理吗？把内部函数的引用返回就返到这儿了呗，是返到这儿了吧？我去调你，你返回什么，我这个地方结果不就是什么吗？我又因为找了个变量去接收，请问此时的 IT 指向谁了呢？此时的 IT 变量，哎，刚刚画了个图立马就没了啊。此时我刚刚画的这个变量，请问咱们简单来说的话，是不是就指向了咱们刚刚是不是指向了内部这个函数了吧？这个地方一个函数啊，这个地方一个函数，咱们刚刚画过，这个地方有个变量指向它，那么请问是不是此时的 IT 是不是就指向了这个地方？ IT 指向了它，来我要问了，接下来既然 IT 指向了它，我写上 IT 括号，那意味着调谁？
是调用我这个黄颜色大的这个黄颜色箭头，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了吧？请问这个函数里边有什么，是不是就执行什么？这个箭头怎么这么大？那么这里边有什么代码，同学们？啊，这个什么权限验证一，然后再附几份，然后权限验证二。请问差不多是这样的了吧？接下来干件什么事儿 ？FUNC 括号坏了 ，FUNC 括号是啥意思？大家刚刚应该还记得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变量叫 FUNC， 这个 FUNC 变量是不是指向下面这个函数吧？好了，那么我要问了，大家看啊，既然接下来你 FUNC 就要调用这个函数了，那么请问我这里边有这个变量吗？这里边有这个变量吗？是不是在它外边这个里边有吧？就像咱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存在，是不是一个道理了吧？它指向谁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它指向谁，是不是意味着 FUNC 括号是不是就调谁了吧？那么因此这句话会导致什么呢？调它，你说是个道理了吧？好了，那么最后的结论是，看这，我把这个地方写上啊 ，RET， 我去调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最终是给我创建出来了这么一个内部的函数，内部的函数里边有一个叫做 FUNC 变量，然后以及加上是不是这是这个的权限啊，权限一，我就简单写了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再复制一份，这是权限二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再去调 FUNC， 当他再去调 FUNC 的时候，那大家看啊，我从这个地方执行这句话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实现了，是不是创建了这么一个空间？创建完了这个空间之后，是不是这个变量指向谁，是不是指向这个空间了吧？那么 RET 指向谁啊？是不是 RET 是不是就指向这个空间了吧？那么 RET 指向这个空间呢，此时这个箭头不就可以删了吗？这个箭头就可以删了，没了。那么这个箭头删了之后，同学们再看这，接下来你再去调 RET， 那 RET 指向谁，是不是就调谁啊？那么它这里边首先打印权限一，打印权限二，接下来再去调 FUNC 的时候， FUNC 指向谁，是不是调谁啊？请问 FUNC 指向谁？ FUNC 是不是指向太子一？因此是不是最后实现的效果就在于，我如果再写上 IT 的话，是先干这个，干完了再干这个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么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看着啊，我先验证验证是不是这个答案。走，应该是几了呢？四啊，零四已经打印出来了。注意看到了吗？你写 IT 的时候 ，IT 指向这个东西啊。那么是否意味着你现在已经成功的想要调这个功能，而且已经加上了权限验证，没错吧？但是你在实际开发的时候，难道你把所有调用 test 一的地方通通换成 IT 吗？不会吧？所以说你可以怎么办？同学们看着啊，所以说你可以觉得怎么办啊？很神奇的地方就来了，我把这两行打开，我不叫 IT 了，请问我叫 A 行不行？行吧，我叫 B 行不行？我叫 C 行不行？那也行。那么我就问你，我叫 test 一行不行？为啥不行？哦 ，ABC 都能用，为 test 一就不能用了？刚刚说过一个点，函数名 fo 指向原来这个。我接下来又有 FO 等于这个东西，请问是否意味着这个函数其实已经丢了？我 FO 是不是将来是不是只能调这个了吧？那么言外之意就是，你原来 test 的一是指向这个函数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不用你 test 一了，我让 test 的一去指向新的一个返回值。那么这个返回值是不是里边这个地方啊？同学们，那么最后的效果不就变成了，我画一个大箭头的话， test 一指向的是这个函数，而这个地方是否是调的是原来这个地方？那么当我接下来再去执行这句话的时候，看着它指向谁啊？ test 一是不是指向里边这个？接下来执行完了这个，执行完了这个，接下来不就执行它吗？它是不是指向下面这个函数啊？虽然没有 test 一指向你了，但是我指向你啊，那么最终我不就可以调你了吗？对不对这个道理啊？那最终大家可以看，这么做有个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
你不用修改原函数里边内部的代码，可以加工了。第二个，你原来调用 test 1的时候依然还是调 test 1，不用修改，是这个道理了吧？对于他而言，他就像不知道一样，但是呢已经完成了添加功能。这就是装饰器的实现过程啊，这就是装饰器的实现过程。好，同学们，给大家呢5分钟的时间把这个理一下，开始。